辟之于周易干。干元响力真出九乾隆，勿用九二见龙在田立见大乱九三君子终日干干气涕若立无咎九四或月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立见大乱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即彖曰大灾干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于情与诗。品物流行大明中十六位时辰时辰六龙以御天干道变化各正性命宝和大和乃力真守出数物万国贤名相。曰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习乾隆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得师徒也终日干干反复道也或月在渊静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得不可畏首也文言曰远者善之长也亨者加之惠也利者义之和也真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人足以常人家惠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义真故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真出九曰乾隆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得而已者也不亦乎事不成乎明顿事无闷不见事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乾隆也九二曰见龙在田立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得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贤且存其诚善事而不乏德薄而化义曰见龙在田立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干干细涕若立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敬德修业忠信所以敬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积也知忠忠知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不甘甘因其时而辟虽为无咎以九四曰或月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未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敬德修业欲及时也不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立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清上本乎地者清下则各从其内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俯视以动而有悔也乾隆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干干行事也或月在渊自是也飞龙在天上至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干元用九天下至也乾隆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闻名终日干干与时偕行或月在渊干到乃得飞龙在天 PG2乃谓呼天得亢龙有悔与时偕及甘元用酒乃见天则甘元者始而亨者也力真者性情也甘始能以美丽立天下不言所立大以灾大灾甘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辰六龙以御天也云情与诗天下平也君子以诚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前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事以君子服用也君子学以具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人以行之意曰见龙在田立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不甘甘因其时而替虽为无咎以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知或知者宜之也故无咎夫大乱者矣天地何其德与日月何其明与四时何其序与鬼神何其吉凶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天解福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之进而不知退之存而不知亡之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之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坤坤元亨利聘马之真君子有攸往先尼后得主力西南的彭东北丧彭安贞及彖曰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后载物德和吴江韩红光大品物贤亨聘马的类型的吴江柔顺利真君子忧行先迷失到后顺的长西南的彭乃与类型东北丧彭乃中有庆安贞之极应的吴江相约地是坤君子以后德载物出六旅双兼兵制
相曰：女双兼丁，因时名也。训至其道，至兼丁也。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相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的道光也。六三韩章可贞，或从王室无臣有忠。相曰：韩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室之光大也。六四阔囊无咎无欲。相曰：阔囊无咎甚不害也。六五黄长元吉。相曰：黄长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相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用六立永贞。相曰：用六永贞以大中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得方，厚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成天而实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知故其所由来者，见以由变之不早变也。亦曰：履霜兼丁，志盖言顺也，直其正也，邦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得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因虽有美韩之以从王室辅改臣也，必傲也。七道 PG 三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待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翻，天地必贤人隐。亦曰：阔囊无咎无欲，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八于事业，美之至也。因宜于阳，必占位其贤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履其类也，故称且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屯屯元亨利真物用有幽往利见侯彖曰：屯刚柔使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真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内移见侯而不宁。相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出九盘环利居真利见侯。相曰：虽盘环至行政也，以贵下见大的名也。六二屯如战如乘马般如匪寇购女子真不自十年乃自。相曰：六二之南城刚也，十年乃自反常也。六三即入无余为入于林中，君子即不如舍往令。相曰：即入无余以从情也，君子舍之往令穷也。六四乘马般如求购往及无不利。相曰：求而往名也。九五屯其高小真及大真凶。相曰：屯其高师未光也。上六乘马般如气血连如。相曰：气血连如何可长也？猛蒙亨匪我求同盟，同盟求我出事告再三独独则不告。力真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同盟，同盟求我致应也。出事告以刚中也，再三独独则不告。独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相曰：山下出权蒙君子以果行欲得出。六八蒙利用行人用说智故以往令。相曰：利用行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及纳父及子克家。相曰：子克家刚柔节也。六三勿用取与见金夫不有功无忧利。相曰：勿用取与行不顺也。六四困蒙令。相曰：困蒙之令独远时也。六五同盟吉。相曰：同盟之吉顺以序也。上九吉蒙不利未扣利欲扣。相曰：利用欲扣上下顺也。虚虚有福光亨真吉利设大川。彖曰：虚虚也，显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意，不困穷以虚有福光亨真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立设大川往有功也。相曰：云上于天，虚君子以饮食宴乐出酒，虚于交利用恒无咎。相曰：虚于交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九二虚于杀小有言终极。相曰：虚于杀眼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极也。九三虚于泥至寇至。相曰：虚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至寇尽胜不败也。六四虚于血出自血。相曰：虚于血顺以听也。九五虚 PG 四于九十真吉。相曰：九十真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血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进之中吉。相曰：不速之客来进之中吉，虽不当位为大师也。宋宋有福至替中吉中兄弟见大人无力设大川。彖曰：宋上刚下险，险而见宋。宋有福至替中吉刚来而得中
野中凶讼不可成，野利见大门上中正，也不利涉大川路于渊，也相曰天与水为行，宋君子以做事谋时出六步。勇所事小有言，中吉相曰不勇所事宋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便民也。久而不克宋归而孤其一人三百户无神。相曰不克宋归孤篡也，自下宋上患至多也。六三十就得真利，中吉或从王室无臣。相曰十就得从上吉也。九四不克宋父吉命于安贞，吉相曰父吉命于安贞不失也。九五宋元吉相曰宋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西之盘在中朝三尺之相曰以宋受福亦不足敬也。十师真丈人吉无咎篡曰师众也，真正也能以重正，可以望以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独天下而民从之吉。又贺就以相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荣民处众出。六师出以律否脏凶，相曰师出以律，师律凶也。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西病，相曰在师中吉成天宠也。王三西命怀万邦也。六三师或于师兄，相曰师或于师大无功也。六四师左次无咎，相曰左次无咎为师长也。六五田有情力直言无咎，长子率师弟子于师真兄，相曰长子率师以忠行也，弟子于师使不当也。上六大军有命开国臣，家小人勿用，相曰大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比比及元氏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兄篡曰比及也，比服也，下顺从也。元氏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兄其道穷也。相曰地上有水，比先望以见万国清诸侯出。六有福比之无咎，有福迎否中来有他吉，相曰比之出。六有他吉也。六二比之自内真吉，相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相曰比之匪人不义伤乎。六四外比之真吉，相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九五贤比王用三驱师前秦一人不戒吉，相曰贤比之吉为正中也，舍逆取顺师前秦也一人不戒上始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相曰比之无首摩所中也。小处 PG 五小处喷密云不与自我息交，篡曰小处柔的位而上下应之，曰小处见而训刚中而至行，乃喷密云不与上往也自我息交，师未行也。相曰风行天上小处，君子以一文得出。九父自道何其就吉，相曰父自道其义吉也。九二千父吉，相曰千父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余说服夫妻反目，相曰夫妻反目不能正事也。六四有福写去替出无咎，相曰有福替出上何至也。九五有福鸾如父以麒麟，相曰有福鸾如不独父也。上九既与既处上何改复真立月即望君子真凶，相曰既与既处得机改也，君子真凶有所疑也。吕胡伟不系人亨，篡曰吕柔吕刚也说而应乎干事以吕胡伟不系人亨刚中正吕地位而不救光明也。相曰上天下则吕君子以便上下定名至出。九素吕往无咎，相曰素吕之往独行愿也。九二吕道坦坦幽人真吉，相曰幽人真吉中不自乱也。六三鸟能是否能吕吕胡伟系人兄，五人位于大军，相曰鸟能是不足以有名也，否能吕不足以与行也，系人之兄位不当也。五人位于大军至刚也。九四吕胡伟素素终极，相曰素素终极至行也。九五绝吕真力，相曰绝吕真力位正当也。上九是吕考祥其炫元吉，相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太小往大来吉亨，篡曰太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痛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相曰天地交太后以才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名初。九拔毛如以其会真吉，相曰拔毛真吉至在外也。九二包荒用缝合不暇，以彭王的上于中行，相曰包荒的上
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贫不卑无往不复坚贞无咎勿恤其福于时有福相曰无往不复天地纪也，六四翩翩不复以其邻不戒以福相曰翩翩不复皆失时也，不戒以福中心愿也，六五地以归内以止元吉相曰以止元吉中以行愿也，上六臣父于皇勿用失自意告命真令相曰臣父于皇其命乱也，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真待往小来患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真待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方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相曰天地不交否君。 PG 六子以简得辟难不可容，以露出六拔毛如以其会真吉亨，相曰拔毛真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成小人及大人否亨，相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六三包修，相曰包修位不当也，九四有命无咎愁离职，相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修否大人及其王，其王系于包桑，相曰大人之即位正当也，上九卿否先否后席，相曰否中则卿何可长也，同人同人与也，亨利设大川利君子争断曰同人柔的未得中而应乎干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与也，亨利设大川甘情也，文明以见中正而应君子正也，为君子未能通天下之志，相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足便悟出九同人于门无咎，相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六二同人于宗令，相曰同人于宗令道也，九三芙蓉于蟒身其高龄三岁不心，相曰芙蓉于蟒敌刚也，三岁不心安行也，九四成其庸弗克攻及，相曰成其庸亦弗克也，其急则困而反则也，九五同人先豪跳而后笑，大师客相遇，相曰同人之先以忠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交无悔，相曰同人于交至未得也，大有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的尊位，大忠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实行事以元亨，相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恶恶扬善顺天，修定出九无交害，北就兼则无咎，相曰大有出九无交害也，九二大车矣载有攸往无咎，相曰大车以载机中不败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相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九四匪其朋无咎，相曰匪其朋无咎，明辨者也，六五绝弗交无威如吉，相曰绝弗交无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亦而无备也，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相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千千亨君子有中彖曰千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薄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千，地薄变盈而流千，鬼神害盈而福千，人道恶盈而好千，千尊而光卑而不可于君子之中也，相曰地中有山千，君子以头多一寡称物平失出六千，千君子用设大川吉，相曰千千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名千真吉，相曰名千真吉中心得也，九三劳千君子有终吉，相曰劳千君子万民福也，六四无不利为千，相曰无不利为千不为则也，六五不复以其灵利用轻拔无 PG 七不利，相曰利用轻拔真不服也，上六名千利用行师真一国，相曰名千智未得也，可用行师真一国也，欲利见侯行师彖曰欲刚硬而志行顺以动，欲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见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推，圣人以顺动则行拔心而民服，欲之时亦大矣，灾相曰雷出的愤，欲先望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出六名欲凶，相曰出六名欲至穷凶也，六二戒于时不终日贞吉，相曰不终日贞吉以终正也，六三虚欲毁持有毁，相曰虚欲有毁为不当也，九四犹豫大有得物以朋和，三相曰犹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
真吉恒不死相曰六五，真吉成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名欲成有余无咎，相曰名欲盖上何可长也。随元亨利真无咎，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真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意大矣哉。相曰则中有雷，随君子以相会入宴席，出酒官有余真吉出门交友公。相曰官有余从政吉也，出门交友公不失也。六二细小子失丈夫，相曰细小子福兼与也。六三细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真，相曰细丈夫至舍下也。九四随有获真兄有福在道以民和旧，相曰随有或其义兄也。有福在道民公也。九五福于家吉，相曰福于家吉为正中也。上六居系之乃从为之王，用亨于西山，相曰居系之上穷也。古元亨利设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彖曰古刚上而柔下巽而止，古元亨而天下治也。利设大川往有是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则有时天晴也。相曰山下有风，古君子以正名欲得出六干父之古，有子考如就立终极。相曰干父之古亦成考也。九二干母之古不可真，相曰干母之古的中道也。九三干父之古小有悔无大咎，相曰干父之古中无咎也。六四欲父之古往见令，相曰欲父之古往未得也。六五干父之古用欲，相曰干父用欲臣以得也。上九不是王侯高尚其事，相曰不是王侯至可则也。林元亨利真至于八月有兄彖曰林刚进而常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兄萧布九也，相曰则上有帝林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将出九贤林真吉，相曰贤林真吉至行政也。九二贤林吉无 PG 八不利，相曰贤林吉无不利为顺命也。六三甘霖无忧利既忧之无咎，相曰甘霖为不当也既忧之就不长也。六四至霖无咎，相曰至霖无咎为刚也。六五之霖大军之宜吉，相曰大军之宜行中之位也。上六敦霖吉无咎，相曰敦霖之吉至在内也。官冠而不见有福于若，彖曰大官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官冠而不见有福于若下官而跨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推，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以，相曰风行地上观，先望以审方官民社教出六同观，小人无咎君子令，相曰出六同观小人道也。六二窥观利女真，相曰窥观女真亦可丑也。六三观我身进退，相曰观我身进退位失道也。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兵于王，相曰观国之光上兵也。九五观我身君子无咎，相曰观我身官民也上。九观其身君子无咎，相曰观其身至未平也。是科亨利用欲彖曰仪中有物曰是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和而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未利用欲也，相曰雷电是科先望以明拔赖法出九俱效灭止无咎，相曰俱效灭止不行也。六二是夫灭鼻无咎，相曰是夫灭鼻成刚也。六三是腊肉欲毒小令无咎，相曰欲毒未不当也。九四是甘子的金石利坚贞吉，相曰利坚贞即未光也。六五是甘肉的黄金真利无咎，相曰真利无咎得当也。上九何效灭耳聪，相曰何效灭耳聪不明也。奔亨小利有攸往，彖曰奔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指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曰山下有火奔君子以明数正无感折欲出九奔其指舍车而图相曰舍车而图一浮尘也。六二奔其虚，相曰奔其虚与上心也。九三奔如永真吉，相曰永真之吉终末之灵也。六四奔如伯如白马汉如匪寇构，相曰六四当位以也匪寇构终无有也。六五奔于丘元树伯尖尖令终极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庚无咎。象曰白庚无咎，上得志也。包包不利有攸往，彖曰包包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上消行盈虚天行也。PG 九，象曰山覆鱼的包上以后下安宅出六包床以足灭真凶。象曰包床以足以灭下也，六二包床以便灭真凶。象曰包床以便未有余也，六三包之无咎。象曰包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包床以夫凶。象曰包床以夫妾尽哉也，六五冠于以工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工人宠终无有也，上九硕果不食君子的鱼，小人包如。象曰君子的鱼民所采也，小人包如终不可用也。父父亨出入无极，蓬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父亨刚反动而以顺行事，以出入无极，蓬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德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复先望以至日，必观伤。吕不行后不审，方出九不远，复无止回原籍。象曰不远之父以修身也，六二修复吉。象曰修复之吉以下人也，六三贫富利无咎。象曰贫富之利亦无咎也，六四中行独富。象曰中行独富以从道也，六五敦富无悔。象曰敦富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父兄有灾，审用行师中有大败，以其国君兄至于十年不克真。相曰迷父之兄反君道也，无望无望元亨利真其北镇有审不利有攸往，彖曰无望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见刚中而应大亨以震天知命也。其北镇有审不利有攸往，无望之往何之，以天命不佑行以灾。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望，先望以貌对时欲万物出九无望往吉。象曰无望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或不资奢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或未富也，六三无望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一人之灾。象曰行人的牛一人灾也，九四可争无咎。象曰可争无咎故有之也，九五无望之吉物要有喜。象曰无望之要不可是也，上九无望行有审无忧利。象曰无望之行穷之灾也，大畜大畜力争不加时吉利。设大川，彖曰大畜刚见笃时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上贤能，只见大正也不加时吉养贤也。利设大川应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时前言往行以处其德出九有利利以。象曰有利利以不犯灾也，九二鱼说父。象曰鱼说父中无有也，九三良马逐利兼争曰贤鱼未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同牛之故原吉。象曰六四原吉有喜也，六五焚始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上九和天之渠亨象 PG 十曰和天之渠道大行也，一宜贞吉观宜自求口实，彖曰宜贞吉养正则吉也，观宜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盛人养贤以及万民以知时大以灾。象曰山下有雷宜君子以慎言语节，以时出九舍而临归，观我躲宜凶。象曰观我躲宜亦不足贵也，六二颠宜福金于秋宜真凶。象曰六二真凶行师备也，六三福宜真凶十年勿用无忧利。象曰十年勿用到大备也，六四颠宜及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宜之吉上失光也，六五福金居真吉不可设大川。象曰居真之吉顺以从上也，上九有一利吉利设大川。象曰有一利吉大有庆也，大过大过动挠力有攸往，亨彖曰大过大者过也，动挠本末若也，刚过而中训而说行力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以灾。象曰则灭目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顿事无闷出六吉用白毛无咎。象曰吉用白毛柔在下也，九二孤阳身体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九三动饶兄。象曰动饶之兄不可以有福也，九四动龙
即有他令相曰动龙之疾不饶乎下也。九五枯阳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欲，相曰枯阳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上六过射灭顶胸无咎，相曰过射之胸不可救也。坎喜坎有福为心亨行有上患曰喜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性为心亨乃于缸中也。行有上往有功也天险不可深也的险山川丘陵也。王公涉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以灾，相曰水见至喜坎君子以常得行其教士初六喜坎入于坎但凶，相曰喜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险求小的，相曰求小的未出中也。六三来知坎坎险且枕入于坎但勿用，相曰来知坎坎中无功也。六四尊九鬼二用否，那曰自有中无咎，相曰尊九鬼二刚柔计也。九五坎不盈之计平无咎，相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戏用眉墨至于从及三岁不得凶，相曰上六师道凶三岁也。离离立真亨处聘牛及彖曰离立也。日月立乎天，百谷草木立乎土，众民以立乎正乃化成天下，柔立乎中正。 PG 十一故亨氏以处聘牛及也，相曰临两座离大人以记名照于四方，初九吕错然尽之无咎，相曰吕错之尽以辟咎也。六二黄鹂远集，相曰黄鹂远集的中道也。九三日仄之离不鼓否而歌则大蝶之皆凶，相曰日仄之离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泣如，相曰突如其来如魔所容也。六五出涕陀若七皆若吉，相曰六五之吉离王宫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家者守或匪其丑无咎，相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先贤亨利真取女及彖曰贤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南下女是以亨利真取女及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相曰山上有则贤君子以虚受人。初六贤其母，相曰贤其母志在外也。六二贤其肥胸居吉，相曰虽胸居吉顺不害也。九三贤其骨直其随往，令相曰贤其骨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直下也。九四真吉毁王，冲冲往来同从耳思，相曰真吉毁王未敢害也，冲冲往来未光大也。九五贤其眉无悔，相曰贤其眉至末也。上六贤其腹夹舌，相曰贤其腹夹舌腾口说也。恒恒亨无咎，立真立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立真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立有攸往中则有时也。日月的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相曰雷锋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出六俊恒真凶无忧，立相曰俊恒之凶使求生也。九二鬼王，相曰九二鬼王能久终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成之修真，令相曰不恒其德魔所容也。九四田无情，相曰九非其位安得情也。六五恒其德真妇人及夫子凶，相曰妇人真及从义而终也，夫子至义从父兄也。上六正恒凶，相曰正恒在上大无功也。顿顿亨小利真，彖曰顿亨顿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真进而长也，顿之时亦大以灾，相曰天下有山顿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言。出六顿伟利勿用有攸往，相曰顿伟之利不往何哉也。六二直至用黄牛之格我知胜说，相曰直用黄牛故至也。九三细顿有吉利处臣妾吉，相曰细顿之利有吉备也，处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 PG 十二四好顿君子吉小人否，相曰君子好顿小人否也。九五家顿真吉，相曰家顿真吉以正治也。上九肥顿无不利，相曰肥顿无不利魔所宜也。大壮
大壮力真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力真大者震也，震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一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悲悯服履出九壮于指真凶有福相曰：壮于指其福穷也。九二真吉相曰：九二真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往真力低阳处翻雷其脚相曰：小人用壮君子往也。九四真吉毁王翻绝不雷壮于大于之父相曰：翻绝不雷上往也。六五丧阳于亦无悔相曰：丧阳于亦未不当也。上六低阳处翻不能退不能遂无忧逆兼则吉相曰：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兼则吉就不长也。晋康侯用西马翻数昼日三阶彖曰：晋晋也明出地上顺而立乎大明柔晋而上行事以康侯用西马翻数昼日三阶也相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出六晋如崔如真吉往福欲无咎相曰：晋如崔如独行正也欲无咎未受命也。六二晋如仇如真吉受资介福于齐王母相曰：受资介福以忠正也。六三仲女毁王相曰：仲女之至上行也。九四晋如实属真力相曰：实属真力未不当也。六五毁王师的戊戌往及无不利相曰：师的戊戌往有庆也。上九晋其脚为用伐义利及无咎真力相曰：为用伐义道未光也。明夷明夷利兼真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兼真会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至箕子以之相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利重用会而明出九明夷于非垂其义君子于行三日不时有忧往主人有言相曰：君子于行亦不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虎用枕马壮吉相曰：六二之吉顺矣则也。九三明夷于难受得其大手不可及真相曰：难受之至乃得大也。六四入于左腹或明夷之心于出门庭相曰：入于左腹或心矣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真相曰：箕子之真名不可习也。上六不明会出登于天后入于的相曰：出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的失则也。家人 PG 十三家人利与真彖曰：家人与正位乎内难，正位乎外难，与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言君焉父母之位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以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出九贤有家毁王象曰：贤有家至未变也。六二无忧岁在中会真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续也。九三家人萧萧毁立及父子西西中令相曰：家人萧萧未失也，父子西西失家节也。六四父家大吉相曰：父家大吉顺在位也。九五王甲有家戊戌吉相曰：王甲有家交相爱也。上九有福威如中吉相曰：威如之吉反身之位也。魁魁小事吉彖曰：魁火动而上则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立乎明柔静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势以小事吉天地魁而其事痛也，男女魁而其志通也，万物魁而其事累也。魁之时用大以灾相曰：上火下则魁君自一通而一出九毁王丧马戊竹自复见恶人无咎相曰：见恶人以辟咎也。九二欲主于相无咎相曰：欲主于相未失道也。六三见于业其牛彻其人天且亦无出有中相曰：见于业未不当也，无出有中欲刚也。九四魁乎欲元夫交福利无咎相曰：交福无咎至行也。六五毁王绝宗弑夫往何咎相曰：绝宗弑夫往有庆也。上九魁乎见使父屠宰毁一车先张之胡后说之胡匪寇构往欲与则吉相曰：欲与之吉群于王也。简简立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真吉彖曰：简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之以灾。简立西南往德中也不利
东北齐道琼也力荐大人往有功也当为征集以正方也简之时用大以灾相曰山上有水简君子以反身修德。初六往简来遇相曰往简来遇以呆也六二王臣简简匪公之故相曰王臣简简中无有也九三往简来反相曰往简来反内喜之也六四往简来连相曰往简来连当位时也九五大简蓬来相曰大简蓬来以终结也上六往简来硕吉利见大人相曰往简来硕至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解解立西南国所往其来复及有忧往速及窜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立西南往的众也其来复及乃德中也有忧往速及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白果草木皆假彻解之时大以灾相曰雷雨作解君 PG 十四子以涉过又最初六无咎相曰刚柔之际亦无咎也九二田过三湖的黄始征集相曰九二征集的中道也六三父且臣至寇至真令相曰父且臣亦可丑也自我至荣又谁咎也九四解而五朋至私服相曰解而五未当位也六五君子唯有解即有福于小人相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上六功用设损于高庸之上或之无不利相曰功用设损以解备也损损有福缘即无咎可真利有忧往何之用二鬼可用想换曰损损下意上其道上行损而有福缘即无咎可真利有忧往何之用二鬼可用想二鬼应有时损刚亦柔有时损亦盈虚与时邪形象曰山下有则损君子以成奋至欲出九以示传往无咎着损之象曰以示传往上何至也九二力真真凶福损益之象曰九二力真中以为至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有相曰一人行三则一也六四损其疾使传有喜无咎相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一之时朋之归福客为元吉相曰六五元吉自上右也上九福损一之无咎真吉利有忧往的臣无家相曰福损一之大德至也一义利有忧往立设大川彖曰义损上义下明说无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忧往中正有庆立设大川木道乃行义动而训日进无将天师的身其义无方凡义之道与时邪形象曰风雷义君子以见善则谦有过则改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相曰元吉无咎下部后世也六二或一之时朋之归福客为永贞吉王用享于地吉相曰或一之自外来也六三一之用凶事无咎有福中行告公用归相曰亦用凶事故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一千国相曰告公从以义至也九五有福会心物周元吉有福会我得相曰有福会心物问之以会我得大德至也上九莫义之祸及之利心物恒凶相曰莫义之天子也祸及之自外来也绝绝阳于王庭符号有利告自义不利及荣利有忧往彖曰绝绝也刚绝荣也见而说绝而和阳于王庭柔臣五刚也符号有利其为乃光也告自义不利及荣所上乃穷也利有忧往刚长乃中也相曰则上于天绝君子矣 PG 十五失怒及下居德则既出九状于前指往不胜未咎相曰不胜而往咎也九二替号末夜有容勿恤相曰有容勿恤的中道也九三状于魁有凶君子决绝独行欲与若如有欲无咎相曰君子决绝中无咎也九四屯无夫其行次且千阳鬼王闻言不信相曰其行次且未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九五陷入决绝中行无咎相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号中有凶相曰无号之凶中不可长也狗狗与状勿用取与彖曰狗欲也柔欲刚也勿用取与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勿贤章也刚欲中正天下大
行野垢之时，亦大雨灾象曰：天下有风垢后，以师令告四方出六系于今以征集有幽往见凶雷使徒执烛象曰：系于今以柔道千野九二包有余无救不利兵象曰：包有余亦不及兵野九三屯无夫其行次且力无大救象曰：其行次且行为千野九四包无余其凶象曰：无余之凶远名野九五以其包刮寒章有雨自天象曰：九五寒章中正也有雨自天至不舍命野上九垢其脚令无救象曰：垢其脚上穷令也翠翠亨王甲有尿力见大人亨利真用大声极力有幽往患曰：翠巨野顺以说刚中而应故巨野王甲有尿志笑响也力见大人亨巨以正也用大声极力有幽往顺天命也观其所惧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象曰：则上愚的翠君子以除容器戒不愚初六有福不中乃乱乃翠若好一握未笑不续往无咎象曰：乃乱乃翠其志乱也六二以及无咎福乃利用月象曰：以及无咎中未变也六三翠如皆如无忧利往无咎小令象曰：往无咎上训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未不当也九五翠有未无咎北福元永真鬼王象曰：翠有未至未光也上六基资替替无咎象曰：基资替替未安上也生生元亨用见大人务续难征集彖曰：柔以时生训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务续有庆也难征集智行也象曰：地中生木生君子以顺德机巧以高大出六雨生大吉象曰：雨生大吉上何至也九二福乃利用月无咎象曰：九二之福有喜也九三生虚意象曰：生虚意魔所以也六四王用亨于其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其 PG 十六山顺是也六五真吉生皆象曰真吉生皆大德至也上六名生立于不息之真象曰名生在上消不复也困困亨真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刚眼也显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为君子乎真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上口乃穷也象曰则无水困君子以致令岁至初六屯困于诸木入于幽谷三岁不敌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九十诸福方来利用想四真凶无咎象曰困于九十中有庆也六三困于十聚于吉离入于其功不见其七凶象曰聚于吉离成刚也入于其功不见其七不祥也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令有中象曰来徐徐至在下也虽不当未有余也九五亦月困于赤福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亦月至未得也乃徐有说以终止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格累于孽愧曰动悔有悔真吉象曰困于格累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谨谨改亦不改谨无丧无的往来谨谨气至亦未遇谨雷其平凶象曰训乎水而上水谨谨养而不穷也改亦不改谨乃以刚中也气至亦未遇谨未有功也雷其平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谨君子以劳民劝相出六谨宜不时就谨无情象曰谨宜不时下也就谨无情时舍也九二谨古舍父问必漏象曰谨古舍父无语也九三谨谢不时为我心测可用及王明并受其福相曰谨谢不时行测也求王明受福也六四谨咒无咎相曰谨咒无咎修谨也九五谨列寒泉时相曰寒泉之时中正也上六谨收物木有福元吉相曰元吉在上大臣也格格以日乃福元亨利真鬼王彖曰格水火相袭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格以日乃福格而姓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格而当其悔乃王天地格而四时辰汤五格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格之时大以灾象曰则中有火格君子以智力明时初九拱用黄牛之格象曰拱用黄牛不可以有位也六二以日乃格之真吉无咎象曰四日格之
行有加也。九三真凶真力格言三，就有福相曰格言三，就又贺之以九四毁亡。有福改命吉相曰改命之吉性质也。九五大人虎变未战，有福相曰大人虎变其文柄也。上六君子豹变小人格面真凶居真吉相曰君子豹变其文位也。小人格面顺以从君也。鼎 PG 十七。鼎元吉亨彖曰鼎相也。以木训火亨刃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训而耳目聪明柔静而上行德中而应乎刚氏以元亨相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明命出六鼎颠指立出否的妾以其子无咎相曰鼎颠只为被也立出否以从贵也。九二鼎有时我仇有吉不我能吉吉相曰鼎有时胜所知也我仇有吉中无有也。九三鼎耳格其形塞至高不十方与亏毁中吉相曰鼎耳格失其意也。九四鼎折足腹弓宿其形卧胸相曰腹弓宿性如何也。六五鼎黄耳金绚丽真相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上九鼎玉绚大吉无不利相曰玉绚在上刚柔节也。正正亨正来细细笑言雅雅正经百里不丧妻唱彖曰正亨正来细细恐至福也笑言雅雅后有则也正经百李经远而聚耳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相曰见雷震君子以恐惧修审出九震来细细后笑言雅雅吉相曰震来细细恐制服也笑言雅雅后有则也六二震来立一丧被积于九零物竹七日的相曰震来立成刚也六三正苏苏正行无审相曰正苏苏位不当也九四正岁意相曰正岁意未光也六五正往来利益无丧有事相曰正往来利为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上六正所所事决决真凶正不于其功于其灵无咎垢有言相曰正所所终未得也虽凶无咎未灵戒也更更其背部或其身形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更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更其止止其所也上下一应不相与也是以部或其身形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相曰兼山更君子以思不出其未出六更其止无咎利永真相曰更其止未失正也六二更其肥不整其随其心不快相曰不整其随未退听也九三更其现列其盈利虚心相曰更其现为虚心也六四更其身无咎相曰更其身止诸公也六五更其福言有序会王相曰更其福以中正也上九敦更吉相曰敦更之吉以后中也简见女归吉利真彖曰见之敬也女归吉也敬得未往有功也敬以正可以正方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训动不穷也相曰山上有木见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出六红见于干小子利有言无咎相曰小子之利亦无咎也六二 PG 十八红见于盘饮食看看吉相曰饮食看看不速饱也九三红见于禄夫真不富富欲不欲兄弟欲寇相曰夫真不富离群丑也富欲不欲失其道也利用欲寇顺相保也六四红见于木获得其绝无咎相曰获得其绝顺以训也九五红见于林父三岁不遇终末之圣吉相曰终末之圣吉的所愿也上九红见于禄其与可用位于吉相曰其与可用位于吉不可乱也归妹归妹真凶无忧利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忠实也说以动所归妹也真凶位不当也无忧利柔成刚也相曰则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中之必出九归妹以地不能履真吉相曰归妹以地以恒也不能履吉相成也九二秒能是利忧人之真相曰利忧人之真位变长也六三归妹以虚反归以地相曰归妹以虚位当也九四归妹迁其持归有时相曰迁其之志有待而行也六五地以归妹其君之内不如其地
之内梁月己旺吉相曰地以归内不如其地之内梁也其位盖中以贵行也上六与成荒无时是亏养无血无忧立相曰上六无时成虚荒也风风亨王甲之勿忧以日中彖曰风大也名以动故风王甲之上大也勿忧以日中以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相曰雷电皆至风君子以折欲至行出九欲其配主虽寻无咎往有上相曰虽寻无咎过寻灾也六二风其不日中见斗往的以及有福发若吉相曰有福发若性以发至也九三风其配日中见内折其右宫无咎相曰风其配不可大事也折其右宫中不可用也九四风其不日中见斗欲其以主吉相曰风其部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忧不明也欲其以主吉行也六五来张有庆欲吉相曰六五之即有庆也上六封其屋不其家亏其户去其无人三岁不敌凶相曰封其屋天际祥也亏其户去其无人自藏也吕吕小亨吕真吉彖曰吕小亨柔德中乎外而顺乎刚直而立乎明是以小亨吕真吉也吕之时亦大以哉相曰山上有火吕君子以明慎用行而不留欲出六吕所所思其所取灾相曰吕所所至穷灾也六二吕即自怀其 PG 十九资的同仆真相曰的同仆真中无有也九三吕焚其次丧其同仆真立相曰吕焚其次亦以伤以以吕与下其意丧也九四吕于处得其资服我心不快相曰吕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服心未快也六五设置一时王中以欲命相曰中以欲命上改也上九秒分其朝吕人先笑后号跳丧牛于一凶相曰以吕在上其一分也丧牛于一周末之文也训训小亨利有忧往利见大人彖曰众训以生命刚训乎中正而至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忧往利见大人相曰随风训君子以生命行事出六进退立五人之真相曰进退至以也立五人之真至至也九二训在床下用使屋分若吉无咎相曰分若之吉得中也九三平训令相曰平训之令至穷也六四毁亡田或三品相曰田或三品有功也九五真吉毁亡无不利无出有中先跟三日后跟三日吉相曰九五之吉未正中也上九训在床下丧其资府真凶相曰训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府正孤凶也对对亨利真彖曰对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真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望其劳说以犯难民望其辞说之大明劝以灾相曰利则对君子以朋友讲其出九何对吉相曰何对之吉行未已也九二福对吉毁亡相曰福对之吉性质也六三来对凶相曰来对之凶位不当也九四伤对未明戒吉有喜相曰九四之喜有庆也九五福于包有利相曰福于包位正当也上六引对相曰上六引对未光也换换亨王甲有妙利设大川利真彖曰换亨刚来而不穷荣的位乎外而上同王甲有妙王乃在中也利设大川臣物有功也相曰风行水上换先望以响于地利妙初六用整马壮吉相曰初六之吉顺也九二换分其机会王相曰换分其机的愿也六三换其功无悔相曰换其功志在外也六四换其群元吉换有匪夷所思相曰换其群元吉光大也九五换汉其大号换王居无咎相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换其血去替出无咎相曰换其血愿害也节 PG 二十节亨苦节不可争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争其道穷也说以行显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
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相曰：则上有水节，君子以治数度亦得行。出九不出户庭无咎。相曰：不出户庭之通塞也。九二不出门庭凶。相曰：不出门庭凶失时吉也。六三不节若则皆若无咎。相曰：不节之皆有谁咎也。六四安节亨。相曰：安节之亨成上道也。九五干节即往有上。相曰：干节之即居位中也。上六苦节真凶毁亡。相曰：苦节真凶其道穷也。中福中福屯于吉利社大川利真彖曰：中福容在内而刚得中说而驯服乃化邦也。屯于吉姓即屯于也。利社大川城木周虚也。中福以利真乃应乎天也。相曰：则上有风。中福君子以意欲缓死。初九于吉有他不厌。相曰：初九于吉至未变也。九二赫明在因其子何知我有好觉无与而迷之。相曰：其子何知忠心愿也。六三的敌臣古或霸或弃或歌。相曰：或古或霸位不当也。六四月即望马匹亡无咎。相曰：马匹亡绝类上也。九五有福鸾如无咎。相曰：有福鸾如未正当也。上九汉阴登于天真凶。相曰：汉阴登于天何可长也。小祸小祸亨利真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一只鹰不一上一下大吉彖曰：小祸小者祸而亨也。或以利真与实行也。容得中事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事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一只鹰不一上一下大吉上意而下顺也。相曰：山上有雷小祸君子以行过乎公丧过乎哀用过乎简出六飞鸟以凶。相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过其祖欲其彼不及其君欲其臣无咎。相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九三福过防之从过枪之凶。相曰：从过枪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福过欲之往利必戒勿用永贞。相曰：福过欲之位不当也往利必戒终不可长也。六五密云不与自我西交公一曲彼在穴。相曰：密云不与以上也。上六福欲过之飞鸟离之凶是未灾神。相曰：福欲过之以抗也。寂寂寂寂亨小利真出吉中乱彖曰：寂寂亨小者亨也。利真刚柔正而未刚也出吉柔得中也。中止则乱其道穷。PG 二十一也。相曰：水在火上寂寂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出九夜其轮如其尾无咎。相曰：夜其轮亦无咎也。六二复丧其福勿逐七日的。相曰：七日的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相曰：三年克之备也。六四须有一如终日戒。相曰：终日戒有所宜也。九五东陵杀牛不如西陵之月祭时受其福。相曰：东陵杀牛不如西陵之时也时受其福及大来也。上六如其首例。相曰：如其首例何可久也。未祭未祭亨小胡气既如其尾无忧。利彖曰：未祭亨柔得中也。小胡气既未出中也如其尾无忧。利不续中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相曰：火在水上未祭君子以圣变物居方出六如其尾。令相曰：如其尾亦不知己也。九二夜其轮真吉。相曰：九二真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祭真凶立设大川。相曰：未祭真凶位不当也。九四真吉毁亡正用法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相曰：真吉毁亡至行也。六五真吉无毁君子之光有福吉。相曰：君子之光其辉吉也。上九有福于饮酒无咎如其手有福失事。相曰：饮酒如手亦不知节也。系辞上系辞上天尊的悲乾坤定以悲高以成贵见位以动静有常刚柔断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及凶身以在天成象在地成行变化见以事故刚柔相磨八卦相当古之以雷霆论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丹道成男坤道成女干之大使坤作成物前以一之坤以简能一则一之简则一从一之则有轻一从则有功有轻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
九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亦简，而天下之理的以天下之理的而成，谓乎其中矣。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德之象也，毁命者忧愚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逸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的也，毁命者言乎其小私也，无咎者善卜过也，是故列位。PG 22。见者存乎未其小，大者存乎卦变，吉凶者存乎辞忧，毁令者存乎戒正，无咎者存乎毁，是故卦有小大，辞有显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意，与天地准，故能以伦天地之道，养以观于天文，辅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版中不知死生之说。精气未物游魂未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为之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留乐天之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人，故能爱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屈臣万物而不移，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乎神无方而亦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见之，未知人知者见之，未知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先矣。显诸人葬诸用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圣德，生生之谓一丞相之未干，效法之为坤，吉数之来之谓占，通变之谓是，阴阳不测之谓神，夫以广以大，以以言乎远则不欲，以言乎耳则近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以夫干其静也，专其动也，直视以大声焉，夫坤其静也，息其动也，辟视以广声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意，配日月意，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意其志以乎夫意，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也，也之崇礼，非崇孝，天非法的天地设位而意，行乎其中以诚信，存存道义之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以事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则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拟之而后动，拟亦以成其变化，名赫在因其子何之我有好，绝无与而拟之，子曰君子居其事，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耳者乎居其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况其耳者乎言出乎身，家乎民行，发乎耳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胜乎同人，先嚎跳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没，或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PG 23。初六即用白毛无咎，子曰苟错诸德而可以及之，用毛何咎之，有甚之至也，夫毛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甚思数也，以往其我所失以劳谦，君子有终极，子曰劳而不乏，有功而不得厚之至也，与以其功下人者也，得言甚礼言公谦也者，至公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俯视，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己事不密则害臣，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义者其之道乎，义曰富且成，至寇至富也者小人之事也，成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成君子之器，道思夺之以上慢下报，道思伐之以慢藏，会道也容会盈，义曰富且成，至寇至道之招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一象两卦一，一象三叠之一，四一象四十归其余力，一象论五岁再论，故在立而后卦天数五的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的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其之日二天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盈而成一时，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隐而深之处内而长之，天下之能事必以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筹作，可与六神矣。子曰，之变化之道者，其之神之所为乎？亦有圣人之道，似焉以言者上其辞，以动者上其变，以志气者上其象矣。卜筮者上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位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寿命也，如享无有远近忧生，遂之来物非天下之至今，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便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及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亦无私也，无畏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不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亦圣人之所以及身而言机也，为身也不能通天下之志，为机也不能成天下之物，为神也故不及而素不行而至。子曰，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的六天七地八天九的十。子曰，夫亦何谓者也？夫亦开悟成悟，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 PG 24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师之德源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意义，以共圣人以此喜心退藏于密集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之，以藏往其孰能与此灾古之聪明锐之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心神物以前明用圣人以此其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何互谓之坤辟，互谓之干一，何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气质，而用之谓之法力，用出入明显，用之谓之神。是故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相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现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被物质用力成器以为天下，力莫大乎圣人探则所以勾深至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伟伟者莫大乎师归。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知天地变化，圣人笑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落出书，圣人则知亦有四象，所以是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亦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佑以上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纬系辞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古之武之，以尽神乾坤其意之运邪，乾坤成列而屹立乎其中，以乾坤毁则无以见意，亦不可见则乾坤破几乎习，以是故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气，化而才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名谓之事业。是故夫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仪。是故谓之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及天下之则者，存乎卦卜；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才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下，系辞下 PG 25
八卦陈列象在其中，以阴而重之爻在其中，以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以细辞焉而令之动在其中，以吉凶毁令者，生乌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去实者也，吉凶者，真胜者也，天地之道，真观者也，日月之道，真明者也，天下之动，真夫义者也，夫干却然是人义，以夫坤颓然是人简，以爻也者孝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身，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敬名位卑曰义，古者包西氏之王，天下也，养则观象于天，辅则观法于的观鸟兽之文，与的之一进取诸深远，取诸物于世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神而为往古，以电以鱼盖，取诸离包西氏梅神农氏作琢木，为四柔木，为累累谋之力，以教天下，盖取诸义日中，为是治天下之凝聚，天下之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事科神农是梅皇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疑之，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至，盖取诸乾坤枯木，为周善木，为吉周吉之力，以计不通至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福牛乘马，以众至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众门及拓，以呆暴客，盖取诸欲断木，为处决的，为救救处之力，万民以计盖取诸小过贤木，为胡善木，为使胡使之力，以威天下，盖取诸魁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呆风雨，盖取诸大壮骨之脏者，后依之，以心脏之中也，不风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亦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神而至，后世圣人亦之，以书气百官以至万民，以察盖取诸绝是故义者象也，象也者象也，彖者财也，爻也者孝，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毁令者也，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其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亦曰冲冲往来，蓬从而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民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趋也，来者性也，趋性相感而立生焉，持祸之趋。 PG 26以求性也，龙蛇之者以存身也，精益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谓之祸之也，穷神之化得之甚也，亦曰困于时，聚于吉，离入于其功，不见其妻兄子曰非所困而困焉，民必辱，非所聚而聚焉，生必为忌辱，且为死其将至，期其可得见耶，亦曰功用设损于高庸之上，或之无不利，子曰损者情也，攻使者气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气于身，呆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破，是以出而有破，与成气而动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成小成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亦曰履孝灭止，无就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福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福去也，故恶积而不可免，罪大而不可解，亦曰何孝灭耳，兄子曰为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为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世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亦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之，小而谋大利，小而谦重，先不及矣，亦曰鼎折足，复公肃其行，卧凶言不慎其任也，子曰知己其神乎，君子上交不产，下交不独，其知几乎己者动之为己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己而作不似，终日亦曰戒于时不终日真，即戒如时焉，宁用终日断可食，以君子之为
之张之柔之刚万夫之望子曰言氏之子其代数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之之未尝复行也亦曰不远复无止会。原即天地应运万物化成男女构经万物化生亦曰三人行则损一人行则得其有言至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意其心而后与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不全也为以动则名不语也聚以语则名不应也无。交而求则名不语也莫之语则伤之者至以亦曰莫意之或及之力心勿横凶。子曰乾坤其义之门邪干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转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悦于积其累其衰势之一邪夫一张网而察来而为显产忧开而当明辨物正言断词则备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指远其词文其言屈而终其事四而隐因二以记名行以明失德之报。PG 27一之心也其于中古呼作义者其有忧患呼事故履得之基也谦得之柄也富得之本也恒得之故也损得之修也义得之欲也困得之变也紧得之地也训得之志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变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亦亦常欲而不涉困穷而通谨居其所而谦逊称而以履以和行谦以治理富以自知恒以易得损以远害亦以心力困以寡怨谨以变易逊以行权亦之为书也不可远未到也履谦变动不拘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亦不可谓点要为变所示其出入一度外内使之具又名于忧患与故无有失保如临父母出虑其辞而回其方既有点长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义之为。书也原始要中以为直也六爻相杂为其实物也其出难知其上义之本末也出此你之促成之中若复杂物转。得便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一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已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工而亦为其善不同二多欲四多俱进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就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工而亦为三多凶五多工贵贱之等也其柔为其刚盛邪义之为书也广大西北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一之心也其当因之末世周之圣德邪当文王宇宙之事邪事故其辞为为者使平易者使清其道圣大百物故。废具以终使其要无就此之谓一之道也。夫干天下之至见也得行恒义以之显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得行恒简以之祖能说诸心能言诸侯之律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伟伟者事故变化云未及事有祥象事之气战事之来天地社会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矣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以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牵事故爱物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毁令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意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毁且令将叛者其辞残忠心疑者其辞知吉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污善之人其辞由失其守者其辞屈说卦 PG 28说卦喜者圣人之作义也忧赞于神明而深思参天两地而以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身爻和顺于道得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喜者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义六化而成卦分阴分阳别用柔刚故义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则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之来者逆是故义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选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均之，坤以藏之。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说言乎对，战乎干，劳乎坎，沉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其乎巽，巽东南也，其也者言万物之邪其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象，明而至盖取诸此也，坤也者的也，万物皆至养焉，故曰至义乎坤。对震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对，战乎干，干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保也，坎者水也，震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中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未言者也动，万物者莫及乎雷劳，万物者莫及乎风燥，万物者莫染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则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中，万物食万物者莫胜乎艮。故水火相改，雷风不相备，山则通气，然后能变化，继承万物也。干见也，坤顺也，震动也，巽怒也，坎陷也，离利也，艮止也，对说也。干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彘，艮为狗，兑为羊。干为手，坤为腹，震为足，巽为骨，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干天也，故称呼父；坤的也，故称呼母。震一所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所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在所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在所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所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所而得女，故谓之少女。PG 二十九。干为天，为环，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事，为良马，为老马，为吉马，为国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武，为布，为福，为吝啬，为君，为父，母牛，为大鱼，为文，为众，为丙，其余的也为黑。正为雷，为龙，为玄黄，为夫，为大徒，为长子，为绝造，为沧浪竹，为环尾，其余马也为善民，为驻足，为坐足，为的扫其余驾也为反身，其咎为见，为翻仙。巽为布，为风，为长女，为神职，为公，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余人也为寡乏，为广嗓，为多白眼，为进力士三倍，其咎为造卦。坎为水，为勾毒，为隐伏，为绞柔，为公伦，其余人也为家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余马也为馁疾，为吉星，为下手，为薄皮，为叶，其余鱼也为多省，为通，为月，为道，其余木也为兼多心，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余人也为大腹，为干卦，为鳖，为蟹，为裸，为棒，为龟，其余木也为科上稿。艮为山，为进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裸，为坤巳，为趾，为狗，为鼠，为钱，为支属，其余木也为兼多节。对位则为少女，为乌，为口舌，为毁折，为复绝，其余的也为刚武，为妾，为羊。序卦，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为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至也。物至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虚。虚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送，故受之以送。送必有众，其故受之以失。失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处，故受之以小处。物处然后有理，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中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中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欲，故受之以欲。欲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PG 三十。以其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古。古者是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灵。灵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是。科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分。分者是也，至是然后亨则进，一故
受之以包包者包也，物不可以中尽包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忘已，故受之以无忘有无忘然后可触，故受之以大处物处然后可养，故受之以宜宜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中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立，故受之以离离者立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勿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勿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顿顿者退也，勿不可以中顿，故受之以大壮，勿不可以中壮，故受之以进进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民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必有难，故受之以俭俭者难也，勿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节节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以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以必绝，故受之有绝绝者绝也，绝必有欲，故受之以垢垢者欲也，勿相欲而后惧，故受之以脆脆者惧也，惧而上者谓之生，故受之以生生而不以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紧紧道不可不格，故受之以格格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气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正正者动也，物不可以中动止之，故受之以更更者止也，物不可以中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内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履履而摩所容，故受之以训训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对对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患患者离也，物不可以中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福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计，故受之以计计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计中焉。杂卦杂卦 PG31 干刚温柔比月师幽灵观之意，或与或求屯建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这正其也，更直也，损益甚衰之时也，大处时也，无望灾也，翠聚而生不来也，千金而欲待也，是科时也，分无色也，对见而驯服也，随无故也，骨则赤也，包烂也，复返也，尽昼也，明遗珠也，紧通而困相遇也，闲宿也，很久也，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简难也，回外也，家人内也，否太反其内也，大壮则止，顿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隔去故也，领取心也，小过过也，中福性也，丰多故也，轻寡履也，离上而坎下也，小处寡也，履不除也，虚不尽也，送不清也，大过颠也，垢欲也，柔欲刚也，见女归呆难行也，宜养正也，既既定也，归内女之中也，未既男之穷也，决绝也，刚绝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优也。周易中。